江小琪。兴趣小组的学费你交了没有？为什么？没兴趣。坐下。还有哪位同学没有交学费啊？王威，为什么？我报了舞蹈班，上周没带钱，一会儿就去交。下课。同学再见。妈，老师又催兴趣小组的学费了。嗯。老师说学得好的话，等期末还会退学费的。退一部分也说不定。我怎么让你跟老师说的？我没兴趣。你现在只要好好学习，比什么都强，知道吗？可是别人都有兴趣，就我没有兴趣。妈，现在工作都没了，一个月就400块钱。你让我拿500块钱给你培养兴趣，是不是？可是我爸说，他已经不是你爸了。上次测试我们班就有一个100分，是王威同学。你们都怎么回事？我教的东西就王威同学听进去了？你们把我教的东西都拌饭吃了是不是？这次测试我看有许多同学也没答上来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们就不要参加什么兴趣组了。
手里拿的怎么样？没什么，给我看看。啊，没什么，给我看看。没什么，哎呦，给我看看呢。你全是易拉罐，你捡它干什么？我听响，你看听响。嘿，挺好玩的，给我一个。好玩，嘿，真好玩。来，给我洗脑。太好玩了。臭的你！爸，我们舞蹈组活动刚放学。还撒谎！你跳易拉罐舞呢？走。你爸爸没打过你啊？没有。真的？我爸从来不打我。他是你们的代课老师，周老师。周老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。周老师在咱们中国舞蹈界可是大名鼎鼎啊！啊，本来嘛，他很早已经就不教学生了。我请了他很多次，终于有这个机会，他肯给你们代课。你们能有机会向周老师学习，这是你们的福气呀。怎么这么多废话？你们的舞蹈李老师啊出差了，这几周呢就由周老师教你们跳舞，希望同学们抓住这次好机会跟周老师好好学习啊。先说好，等他们老师一回来我马上走。这个都说好了。说好了你还不走？你也想跟我学跳舞啊？好，那咱们下面就欢迎周老师给大家上课啊。大家都听好了，你们以前的老师怎么教，我不管。现在我说了算，我不为难你们，你们也别给我找麻烦，听见了没有？没人想培养你们当舞蹈家，在这个学校，哼，想都甭想。好，现在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我的左手边，我点到名字的到我的右边去。快快动起来，学舞蹈的哪有像你们这样磨磨蹭蹭的，快。薛征、曹文龙、何伟伦、刘颖、刘颖、石小月、石小月，我讨厌旷课的学生，他们以后不用来了。朱丹莹、海滨、陈旭阳、李东帅、傅凯、
王威，我的左手边还有一个人，谁呀？说话，聋子了。好，你不说话，反正我也看不见你。你记住，不要认为我是个瞎子，你就给我调皮捣蛋。好，所有的同学站在教室中间，快，快，动起来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，先给我看看，你们能跳成什么德行？好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停停停停！要命，你们跳的是踢踏舞吗？白糟践你们这双鞋了。有一个穿球鞋的跳得还凑合。你会跳吗？谁说话呢？出来。哦，你就是那个穿球鞋的。好，来做做示范。五六七八，怎么不动？跳啊！你是老师，应该你做示范。我不是随便跳舞给别人看的，而且我很多年没有跳了。你会不会跳舞？哼，这个孩子有意思。好，放音乐。该你了，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小琪。哦，就是名单里没有的那个孩子。嗯，偷学的总是比正式的学生学得好。哼，来，来吧。怎么不跳？有胆量偷学，没胆量跳舞给别人看，啊？Thank you.
江小琪，背一下《早发白帝城》。朝辞白帝彩云间。朝辞白帝彩云间。不会了吧？啊？哦，老师，我会了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你这背的是什么呀你？啊？是不是把你的名字也改一下啊？让你叫纪晓江，好不好？啊？我认为，一个人只要会走路，会跺脚，就会跳踢踏舞。好，下面大家跟我一起跺脚，来，把手放下，预备，起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。好，这是一遍，第二遍反复刚才的第一遍，走。第三遍，最后结尾，两次右脚，起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右，好极了。第四遍，反复第一遍，起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好极了。如果我把右脚跺脚的时候向旁，左脚向后踏步。右脚再跺一步，然后左脚反复它，这样。好，你现在的踢踏舞已经入门了。你要了解什么叫爱尔兰踢踏舞。好，还是这个动作，我们把右手这样放好，把左手背在腰的位置。好，我们速度快一点，就这样来做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右左右左右左右，右左右左右左右，右左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右。这就是爱尔兰的踢踏舞。如果我们现在把手放松，把身体放松，把膝盖放松，我们是这样来做的，加一点浮点，就变成了。这样来做，来，我们一起来重复刚才那四遍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这就是美式的踢踏舞。小琪，快来，来吃水果来。小琪，来，
小琪，那天都是妈妈不好，不该对你发脾气，对不起，原谅妈吧。妈有病。医生说你没病。医生？医生他知道什么呀？妈的病都是你爸爸害的。就是小的时候不爱学习，现在后悔，现在后悔什么都晚了。提了，怎么了？幸亏你没报舞蹈班，真没劲。怎么没劲了？说说说说。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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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知道再来。你们回去练了吗？啊，就练成这样子啊！李东帅，笨蛋，回去接着练，听到没有？你笑什么？你自己慢慢玩吧，我回家了。你还是快回去吧，要不然被你爸看到了又要揍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爸，我不搞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哼，你爸爸不打你是因为你爸和你妈离婚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爸爸和别的女人跑了，你别吹牛了。你说什么？别站住。哎，小孩借点钱花。我看还挺厉害你，走哪吧你啊！打他，使劲！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，你没事吧？嘿嘿，是个瞎子，还真是。是谁呀？来，跟我这瞎子来比划比划。先别说打架，只要你们推动我，就算你们赢。回家练去。江小琪，行啊，一个人敢打仨。怎么？不说话，我也知道是你。
怎么还生我的气呢？还呼呼喘气呢，害怕了吧？我才不怕呢。哦，会说话呀。有空的时候找我跳舞去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班的？我叫江好奇，是六年级一班的。怎么没去上课呀？是不是要旷课？那是我的学生，让他进来吧。都认识吧？归队。通过前一段的训练，我感觉到大家下腹的基本功太差。这样，你的四连音步的速度快不起来。只有把脚踝练得很灵活，你才能运用自如。好，跟我学动作。它由掌根和下腹组成的，左脚向旁做一个掌根，对，好，右脚做一下腹，好，右脚掌根，好，现在大家自己做一次，好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什么东西？乱七八糟的，跳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再来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说彩屏的听响，原来你是捡垃圾的。大家上我这儿，都给他。江小琪是捡垃圾的。小琪，给，给你啊，给，我也给你。王威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把饮料瓶给江小琪，他是捡垃圾的。对对，给他，给他，给江小琪，给他。刚才刘校长跟我说，六一儿童节有咱们一个节目。咱们丑话说在前面，谁练得不好，谁就别参加这个节目；都练得不好，咱们就取消这个节目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我没听见。听见了。下边咱们分组练习，一个男生，一个女生，面对面站好，不够的，自己找舞伴。好，站好。
怎么还有人在外边？快！好，四零一练习，预备，五六七八。赵啊，我不会。有什么不会的？其实跳舞很简单，就好像跟玩一样，跟学习也一样。赵啊，来。谁干的？王威。老师，不是我。赵子谦。是他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老师，真的不是我。好啊，当着瞎子说瞎话。我再问一句，是谁干的？老师，真的不是我。江小琪看见了。江小琪，我没看见。让我们王威，周老师，我有事找您说。说什么呀？候场了。好，同学们，快快快，都过来。来来来，同学们，下面可就是咱们的节目了啊！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我不是你们的老师。你们也不是我的学生，你们没有这个资格，还差得远呢。不过，我教了你们几天，给我记住，谁也不能给我丢脸，给我好好的发挥。江小琪，嗯，上场门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好，那就是你们的舞台，是你们每一个人的。从现在开始，给我昂首挺胸，走上去。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踢踏舞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上。
小七，小七，怎么了？嗯？哎，跟妈说说来，跟妈说。这件事不怪你们，你们已经表现非常好了，我希望你们能重新树立起信心来，在期末全市比赛的时候，我们把冠军夺回来，好吗？好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带你们继续练习。我们现在开始站队，来。是不是因为我，周老师才不来教我们的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周老师。江小琪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？我猜的。哼。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周老师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是旷课了，还是考试作弊啊？周老师，我那天摔倒了，给您丢脸了。周老师，不怨你，一个瞎子还教别人跳舞。周老师，
周老师，周阔，什么？周老师，我错了，我那天没跳好，但是我真的想跟您学跳舞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，你要好好学跳舞。不过，不是我。不是我。不是我。这些年，有多少人请我去教舞，我都推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敢。我根本看不见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这个学期末呀，有一个全市的中小学生舞蹈比赛。现在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，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要刻苦的训练，争取在这次全市的比赛之中啊，取得最好的名次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想比赛吗？那我们就好好的练，等练好了回去跟他们比比，看谁能代表学校比赛。来。5、6、7、8。刚才江小琪同学找我承认错误，他在舞蹈表演中摔倒，这没关系，谁不犯点错误？我觉得他很勇敢，而我们班有的同学犯了错误不敢承认，舞蹈组的有些同学打碎了玻璃，说是王维同学打的，我知道不是他。我希望打碎玻璃的同学主动的站出来承认错误，否则的话，我会重罚他的。李东帅，你把昨天留的作业背一遍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，节奏，节奏，集中精神，节奏。停。江小琪、王威，你们跳得非常的好，别人都不行。李宗帅，就你，给我出来重跳一遍。周老师，叫什么老师啊？想偷懒没门！快，节奏，节奏，节奏！周老师，好小子，老师不在，还反了你了。踢跳跳，500次。周老师，您是不是回来教我们跳舞了？想不想比赛？想。嬉皮笑脸的，踢跳跳，500次。5、6、7、8。
什么事儿？我想。想什么？我想上厕所。哦，去吧。太悬了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以后可不想再救你了。我帮你复习功课好不好？得了吧，你饶了我吧。邓小琪，周老师，周老师，是。谢谢周老师，你也用不着谢我，这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是我小时候穿的，后来把它改成踢踏舞鞋了。比赛那天，你就穿着它。真棒。废话，我穿着它，得了我这辈子的第一个冠军。磨蹭什么呢？快试试！最快的时候一秒钟有12下了。哇，12下！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吗？多少？38下。38下。不可能吧？你以为呢？别翘尾巴，啊！今天复习这么晚才回来？作业都在学校里做完了。那赶紧坐下吃饭吧。哎，看见妈妈太阳镜了没有？没有。哎，蟑螂！哪呢？这儿，快走开！哦，我来。这儿。哎呀！今天把卷子发给大家，带回去让家长签字，明天交上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老师说，让家长在这份卷子上签字儿。来，你给我笔。
子够大，明天把家长叫过来，否则不要上课，听见没有？哦。去。周老师，我不能让我妈去学校。为什么？说话呀。为什么？学习又不好，还撒谎，还不让请家长，啊？我妈她身体不好，我爸和我妈离婚了，她得了忧郁症，我妈她不能受这样的刺激。我妈不能来学校，请进。周老师，您这是？江小琪，你是不是又捣乱了？不是不是，我这次来是代表江小琪妈妈来的。哦，我是她的哥哥，她有事儿不方便来。啊，周老师，你是江小琪的舅舅，啊，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周老师，您坐，哎，啊，坐坐坐这儿。江小琪，上课去。等会儿，我觉得应该让孩子听听，也受受教育。啊，也好。江小琪。你就站这儿听着，别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的，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周老师，我今天找您来是……王老师，我问你，江小琪的成绩怎么这么差？我说是啊，他都快不及格了。江小琪，你是怎么学的啊？你舅舅也是咱们学校的职工。你这不给咱们学校丢人吗？王老师，你是他的班主任，我是在问你，他的学习成绩怎么这么差？是啊，我对他要求挺严格的，他就是不听。这回考试，他考了72分，竟然篡改成92分。你是说他撒谎？对呀，这可是人品问题，很严重啊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么严重的罪名，给这么小的学生，将带来什么影响？你想过吗？在定性之前，你彻底调查过吗？我问过他，他没否认啊。你问过我吗？周老师，您看，我不知道您是他舅舅啊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成绩。是我让他改的，什么？他得了72分，对自己很失望。我让他把每一道题都分析一遍，又重新做了一遍。这次他得了92分，我让他把成绩改了，是为了让他忘记72分的阴影，对自己增强信心。我这样做，不知道对不对？您这种做法也有道理。可这毕竟是考试，改分数。王老师，是分数重要还是学习重要？72分的成绩，变成学生的思想负担，你还让家长在这样的成绩上签字，这样做，会给这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你想过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这么说。是我做的不妥，责任在我。既然这件事情说开了，我看让孩子上课去吧。好，江小琪，上课去。嗯，去吧。哎，周老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王老师，刚才有得罪您的地方，请您原谅。周老师，
您这是从何说起，把我都搞糊涂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是这样的，江小琪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，他挺怕您的。刚才是我故意这么说，也是为了给孩子壮个胆儿。如果有得罪的地方呢，请您原谅。哎，赵老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别客气。可是，我还是没搞明白。这么说吧，我自从接了舞蹈组的课，发现江小琪这个孩子很要强，你只要鼓励他了，他就会进步很快。你要批评他呢，他就破罐破摔。所以这次来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哎，郑老师，您甭说了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根据不同的孩子，咱们要有不同的办法。比方说钓鱼吧，你要钓草鱼的话，咱得上岸；你要钓鲫鱼的话，咱们得上秋鱼。怎么样？昨天我够威风吗？太酷了！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责任在我，是我不对。周老师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您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妈吧？我会。啊。除非。下一次考试，你真的考92分，要不然你的比赛也别赛了。这点破学都上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想当年我不听讲也能拿100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是大考大玩，小考小玩，不考不玩。那不玩干什么？不玩是学习呀。你以为天天玩呢？哎呦，你别笑了，这下不跟你学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翻到第七页，你怕不怕？嗯，其实学习呀，一点都不难，跟玩一样，跟我们跳舞也一样。好了，咱们把这篇课文读一遍吧。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他肯教你？那当然了，我以前还教过他跳舞呢。那你以前还经常欺负他呢？怎么还不来呀？我怎么了？篮球场开灯了，好漂亮。郑老师，周老师，这样可以吗？他是我的朋友，白老师，挺给面子，替我谢谢他。好，白老师，白老师，谢谢你。哇，周老师，王威来了，他变样了。我让他打扮的，漂亮吗？嗯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看不见我都知道她今天漂亮极了。周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嗯，是时候了。请问你们找谁啊？你是这儿的老师吗？是啊，您是？你落了两个学生，是两个很有天赋的学生。您是什么意思？四连音部，预备。
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看到他脚下的速度了吧？这就叫天赋。您是周阔老师？你是？周老师，真的是您。您不认识我。您得全国冠军的时候，我才只有9岁，我特别崇拜您。你认错人了。这两个孩子怎么样？我不会认错，不会有第二个周老师。我是在问你，这两个孩子跳得怎么样？嗯，他们真的很棒。期末的比赛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队员。周老师，您能不能留下来指导我们？一个老瞎子，能指导谁呀？周老师，您别走。周老师。都给我好好练，比赛的时候把冠军给我拿回来。周老师，哎，小祖宗，别把我酒给洒了。那您答应留下来教我们跳舞了？哟，周老师，我到处找你找不到，得来了就别走了，舞蹈比赛给我们带队吧。小琪，吃饭了？嗯，等会儿。哎呀，快点吃饭了。真是好孩子！哎呦，别闹了，写作业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是你妈！哎呀，别闹了！哎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给我看看。哎呦，我说，嗯，给我。哟，这画的是谁呀？嗯，你呀。我？嗯。你妈有这么丑吗？嗯。行。李老师，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就是有些同学的动作还不太标准，我正在给他们纠正。嗯。后排左数第四个是谁？你的脚下下腹强弱太明显，右脚强左脚弱，前排的紧右边，你的脚底太拖沓，听起来不清晰。李老师，我说的不对的地方你来补充。嗯，您说的很对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想给你们编一套中式踢踏舞，我总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踢踏舞。哦，还有我的一个老朋友举办了一个演出，我想带你们去看看，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叫专业的踢踏舞。真正的踢踏舞，
注意台上的领舞演员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谁能做这样的领舞？朱老师，我和赵子倩能。朱老师，我和王威也能。好，有自信，那你们比试一下。李东帅，你说谁跳得好？江小琪比我跳得好。你和赵子倩领舞。为什么？我跳的比他们所有人都好，他们都没我快。把它折断。把他们一起折断。这么多，怎么折断啊？试试。我折不断，我一只一只的折吧。不行，他们是一个团队，这就是我选李东帅，不选你的原因。我不懂。你就像那只被你折断的筷子，只想表现自己，跳得越好，离这个团队就越远。我和你学了这么久跳舞，下周就要比赛了，可你不让我领舞。我要对这个团队负责。你要是总想着自己，永远也没有人让你跳领舞。我不跳了。李老师，你来说一说。今天大家表现得还不错，明天的这个时间好好。请问你找谁啊？我是江小琪的妈妈，我找我儿子。江小琪没来训练，我也正要找他呢。你就是那个冒充我哥哥的人吧？对不起。你有什么权利瞒着我见江小琪的班主任？江小琪偷我的眼镜是跟你学的吧？你以为戴个破眼镜就挺酷的是不是？妈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跟我儿子在一起。妈，你闭嘴。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道歉。但是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，江小琪很喜欢跳舞，你应该尊重他的兴趣。他是你的儿子，但他不是你的宠物。自以为是，我不会让江小琪学跳舞的。为什么？你管不着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等等，江小琪是个好孩子，我希望你要很好的对待他。十几年前我遇到了点麻烦，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很不如意。
是他给了我一个机会，使我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轨道上。江小琪很有舞蹈天赋，我希望你也给他一个机会。还有，他伪造分数，是因为他真的很爱你。谁让你学跳舞的啊？走，跟我回家。放开我！你跟我回家去。以后不许你再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李东顺，嗯，这是周老师送给我的冠军鞋，你穿上吧，比赛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妈不让我跳舞了。王威，我以后不能再来了。该去上课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跳，把冠军拿回来。小琪，快来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。小琪，小琪，小琪，周老师，您看江小琪他……他一定会来的。
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吗？你又有什么好等着妈妈怎么哭的？答应妈妈，以后不要再离开妈妈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再离开我了。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走了。妈不能没有你。你去吧，妈妈支持你。江小琪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明天就是全市的比赛了，这双冠军鞋还给你，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气。李东帅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不能没有你。明天下午5点，在学校礼堂，我们等着你来，赵子倩。江小琪，谢谢你让我被这个集体接受，也谢谢你肯跟我跳舞。我真的很希望再跟你一起跳舞。王威，去吧，同学们等着你呢。我把这双冠军鞋又重新擦了一遍，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想看看你穿上它是什么样子。江小琪，再来。江小琪病了。啊！李东帅、赵子倩，到，你们两个做领舞。李老师，跟我去一趟江小琪家。老师，周老师来了，快请进。来来来，坐。周老师，上次真是对不起。江小琪怎么样了？他昨天晚上发了一夜的烧，都快40度了。这不，下午刚好一点，又非要往学校跑。我吓唬他说，如果再发烧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他才老实点儿。我趁他不注意，把他关在屋里了。他闹了好一阵，刚睡着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看望他。我还真怕他醒了要闹着去学校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哎，啊，周老师，麻烦你帮忙劝劝他。这个孩子昨天晚上跑出去，我找了一宿才把他找回来，我怕他那个……小琪，小琪，怎么了？他跑了。你看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你的话，我知道。你是为了我好，怕我再生病，但是，请你原谅我，
舞蹈组的同学们和周老师都在等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我必须得去。谁能替补？我应该像个男人那样去负起我的责任。好，妈妈，我再求你最后一件事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我要把眼睛给周老师。我告诉过他，你是个大美女。我想让他知道我没有说谎。我爱你，妈妈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们赢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没跳。为什么不跳？你们怎么了？王威，带他们去篮球场。快快快，跟我来！杨老师，谁呀？杨老师。哎，江小琪，怎么了？我们。学校舞蹈组的同学，我们的节目还没有表演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是比赛，在学校门口的篮球场等你们，再耽误大家，你们来看看好吗？求求你们了。